12月20日，菲律宾旅游部发表声明称，居住在本国的外国公民圣诞期间若有计划进行本地游，同样可享受菲律宾总医院经补助1000元有找的新冠检测。上周，菲旅游部通过菲律宾旅游促进局与菲总医院签订协议备忘录，以减轻民众在本地游时的经济负担。根据最新指南，居住在该国的外国人都可以申请新冠检测的补助款。有意申请补助款的外国公民需提交个人的外国人身份证 ACR iCard、 有效的政府证件照、交通证明如机票、船票或巴士票据，以及当地的住宿证明。旅客必须在出发日的5天或更早之前上网进行注册，并提交所有需要文件。获批准的游客将获得菲律宾总医院的邮件以及新冠检测的时间表。菲律宾总医院每天将只接待100个检测请求，因此该优惠将以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处理。菲律宾旅游促进局日前发表声明称，该补助核酸检测仅适用于计划在非进行本地游的游客，而不是计划返回工作或家乡的本地滞留人员、商务旅行者、政府雇员等。